就是范正的鱼市场，在我左边就是柔佛州的行政议员达昭娣，亲自带我们去逛一逛，好不好？达昭娣，走，请，哎，谢谢，来来来，啊，这里的老板，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好不好？整个范正就来这里，就是抓到鱼都来这里，就是拍卖。这里太潮了，你看，他这边潮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鱼，哎，5块、10块、15块，就一只。你看，你看，啊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地上好多鱼啊，大豆。哇。哇。那边还有。这是他们钓了，拿来这边贩卖。啊。是什么鱼啊？顺风鱼。哦，顺风鱼，笨针哎，贵的鱼，这个最少有10个kilo 吧？是啊，10kg。哦，这些呢，就是我们拿去新村那边给他们煮的啊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啊，大哥，走了。笨真的琼园乡嘛，哎，一定是吃早餐啊，对不对，大豆？哎，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琼园乡的历史有多久吗？这个我看已经进入了第二代的年轻人在负责了。第二代，60年了吧？哎，咖啡来了，哎，说咖啡，咖啡就来了。嘛，对对对，非常热闹的一个咖啡店，非常热闹，就是本外地人。哎，来这边本地人加外地人啊！我就是外地人。那达丁呢？你特别喜欢这里的什么？这个传统面包很好吃啊！传统面包，应该就是干崩鸡蛋吧？哦哟，来一点酱青，再来点胡椒粉。哎，我就来了啊！哎呀，观众朋友，我不客气了啊！那个味道是扑鼻的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泡的也不会太甜，刚刚好。那重点还有这个传统的面包，里面是牛油加鸭，好薄的一片哦，你看。哇！来，豆豆弟，你喊一二三。一、二、三。好突然哦。这个咖啡店几年了？我搬来这边12年了。这个咖啡的配方秘诀可以跟我们讲吗？可以放啊，配方我们都是用本地豆。哦，本地豆，记住哦，笨真的本地豆啊。本地豆，好好喝哦，老板。还可以的。真的好好喝，这是我们潮超派一点心意，希望你们的生意生意兴隆啊，步步高升啊。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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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笨真的早餐我们也试过了，我们现在就尝一尝。笨真海鲜的味道，好不好？走。
他的体重。对呀、啊。潮州人的菜。潮州人的菜，对对。王力，王力，王力，王力。天啊，潮州人啊，写女婿就做这个道理，好菜。写女婿。因为你看啊，这个是没有烟，所以他的女婿如果是来自富贵的家庭，他就懂得不能够马上买的放在里边，可以看到。所以马上买的话，主爸他就知道这个的家庭不是很富裕的。Yeah, I like to move it. I like to move it, move it. I like to move it, move it. 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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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喂他吃东西，喂他吃东西，喂他吃东西。哎，这里养人的哦。想到一个很要好的好朋友 Greenhouse 阿肥，至少要十年，至少要十首歌给我安慰，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，但我想就是这里的老板，这我可以吗？啊，这，你不是很想吃他们的马来贵吧？对不对 ？OK， 来，我们这个干锅就是阿班马拉克，它就是用椰糖，椰糖乌拉木拉克，乌拉木拉克，那我们来试试啊，对啊，嗯，哇，很松软哦。它放了一些椰丝，也会更好吃。嗯，啊。有椰丝好吃，还是、啊？你那个吃，你姜波你那个吃的。刚才那个椰丝啊，嗯，带有一点咸咸，没有那么甜。这个就是龟山板。这个我懂，好吃的。我们小时候叫汉堡包。对。哇，嗯。哇。大约玩意是的。这个超实的，重点是它的三八够辣。够辣。这个是全部的，它里面是有包着椰丝的。番薯的饼。饼。嗯，八个。这个呢是什么？绿豆。它还有香料的，对不对？龟干贝，干贝。来尝一尝啊！嗯，这好吃，好吃。来到这个笨珍啊，一定要来这里体验一下他们这个新春的这个风味，真的很不错的一个体验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笨珍欢迎你。那这位呢，就是这个屋主，我们买了一些海鲜，就交给你了。好，我们去看看那些里面的水果好不好？好。
哎，这个叫什么？梨，梨子。哦，梨，红毛丹，梨子。印尼是布拉山。印尼布拉山。哦，布拉山，布拉山是梨吗？过来。会不会酸？会不会酸？不会。哎，讲一下，哎呀，下面跟上面，这个是下面的，这个是上面的啊，我们挑出上面的比较好吃，对对对。我先尝尝下面，有点酸，好不好吃？酸吗？什么味道？甜不甜？甜。重点是我要尝尝这个下面的。好，真的，有不一样吗？怎样？有不一样？一定好，是不是不一样？一样啊。告诉你们呢，我们这一个队里面呢，有一个叫晶晶的，他是非常喜爱吃水果，爱吃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？偷偷吃的，你看，有人不见了，面前呢都是所有我们刚才买的海鲜，都由阿佑来准备的。谢谢阿佑。哦，我们现在来尝一尝他的手艺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来动啊！那你的厨艺是哪里学来的？以前新加坡学的。以前新加坡学的。尝尝那个鱼，你就尝尝一下鱼啊。鱼很好吃。很好吃啊！这是红枣啊。红枣。嗯，过来，刚刚好啊。外地的朋友要来这里吃饭，就是你们笨珍的新春的味道。就是如果去那个鱼市场那边买来给你煮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非常欢迎你们来体验一下新春的那个不同的风味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大叔，大叔要吃海鲜，大叔要吃海鲜。我们现在不要吵醒那些葡萄山，好不好？一二三。